战国英雄志，今天玩这一款手游，那我这边先登录一下。那现在就会上角色了，这是什么？赵武林。OK， 我这攻略给你们看。我这边可以继续主线。好，那这边的攻略教学啊，这边的关卡。我们就继续攻略下去。那就进入主城这样。那我麒麟武将阵容。等一下。这边可以继续 P 下去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上阵，然后再进行我们的装备的穿戴和升级。好，这边可以继续攻略下去。这样就攻略了哈，这是他的关卡攻略教学，那再来就可以一直弄下去。其实上前期还蛮简单的 ，OK 吗？合体技，好吧，这边就以此类推。今天这个手游就玩到这里了。真天信什么？所以这些里面有信长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？那我就结束了。在你家里这武将呢，做一个升级，提升教学。我去弄。